手。回不来了。哎，这两个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。你说从他们结婚以来才回过家几次，外边这么乱都不知道回家来看看，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们这当父母的。真是挺担心的。你说春晓和秋实会不会也参加了暴动呢？那枪子儿可是不长眼的呀。不好说。结婚前他们是答应了要脱离政治，但我看啊，他们根本就没有离开过政治。我怀疑这次暴动就少不了他们。那这个怎么办呢？你别着急，着急有什么用？这个麦秋实这孩子啊，外表看着文质彬彬的，可骨子里边一点都不安分。我是担心咱们女儿跟他一点好都学不到。老爷太太，用饭吧，菜都凉了。还吃个什么饭啊？来，看看，这是今天刚印出来的红旗报。来，看一看。来，来，大家都过来看一看啊！这是今天刚刚印出来的红旗报。来。春晓，来看看。今天报纸这么快就印出来了？对呀，这是战斗的号角，是砍向敌人的大刀，当然要快了。秋实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家看看了？回家？回哪个家？回我们的家呀。现在战斗结束了，我们也应该回去看看我爸妈了，他们肯定替我们操心呢。秋实，秋实，老先生，你过去一趟。现在，对，马上，快点儿，给大家好好看看。秋实，老谢，您找我，坐。红旗报出了几期了？第二期刚印出来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上级通知要停止红旗报的业务。
为什么呀？第四军军部和中央银行大楼一直没有打下来，本来今天中午按计划在第一公园召开拥护苏维埃的群众大会，可是没想到大会刚刚开始，就有一股敌军沿广花公路从大北直接越过观音山，出现在吉祥路，直扑第一公园侧面，大会不得不临时取消，紧急疏散了群众。从目前情况看，形势存在着急剧变化的可能，所以上级让停止红旗报的编印，避免把我们的一切都暴露出来，以防不测。春晓，怎么样了？嘘，老谢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已经取得了那么多的胜利，我们现在已经占领了大把的重镇。可问题是，在目前的情况下，我们占领的地方能不能守得住，还能坚守多久呢？到底什么意思呀？刚才起义指挥部开了一个会，叶挺总指挥在会议上提出，目前广州周围敌人的兵力实在是太多，而且近在咫尺。目前他们正在集结组织反扑，现在的情况对我们越来越不利，敌人明天的进攻可能就会进入到一个高潮，而且在广州城内的起义队伍中，正规部队只有教导团和警卫团的一小部分，还有少量的起义的黄埔军校生，其余的都是工人赤卫队，敌对双方的力量太悬殊了。现在上级的意见呢？叶挺同志的意见是，我们不能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坚守。他提议，应该采取措施，当机立断，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去，和彭湃同志会合，在农村坚持进行长期的斗争。现在共产国际是什么意见？共产国际代表若一曼坚决不同意叶挺同志的意见，他说叶挺动摇了，撤出广州是去当土匪。他还说，搞起义必须进攻，绝不能退却。起义指挥部里懂军事的人不多，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我同意这位老诺的意见，到底是共产国际来的，看问题就是有水平有高度。马克思主义讲辩证法，辩证法是讲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，前途是光明的，道路是曲折的，在前进中有曲折，在曲折中向前进。我们居然搞武装起义，敌人能不拼了老命反扑吗？啊，敌人一反攻我们转身就跑，敌人一强大我们就慌了，这革命能坚持下去吗？共产党人要是都像这样，中国革命最终能取得胜利吗？不管怎么样不能撤退，如果要是撤退的话，我们不等于把自己的胜利果实轻而易举地拱手让给敌人了吗？说得对，坚决不能退。我们接任搞革命就不能怕流血牺牲，我们居然搞武装起义就只能前进不能后退，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。阿辉，老谢，刚才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我要求到最前线和敌人真刀真枪的战斗。好啊，阿辉，现在就需要像你这样勇敢忠诚的战士。老谢，教导团的女兵班现在是不是在张斌？是的。那你可以上那儿去，同时把总部的命令带过去，要求他们一定要守住阵地，坚持到底。好。阿贵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教导团报道去了。阿贵，老谢，我认为越是这个时候，越要把红旗报办下去，不能轻。我会注意，不去泄露我方的军事部署。Thank you.
我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用我们手上的这些标语，去鼓舞我们的战士英勇的战斗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更要大声的宣告它的诞生。 今天中午要召开一个拥护苏维埃大会，因为很多领导都是从北方来的，怕他们讲话下面有很多群众听不懂，所以指挥部让我们派一个人去当翻译，你们看看谁合适。就是，你去吗？我去不了，很多领导都去开会了，我必须要留下来。 而且第三期的红旗报，今天下午要送到印刷厂去。那派谁去呢？我去。我可以去当翻译。回来以后，我正好为红旗报写一篇关于拥护苏维埃大会的稿子。那个所谓的苏维埃政府。 纯粹就是共产党自我的狂欢，估计也就存在个几十个小时。现在他们已经笑不出来，以后还会哭得更惨。现在英国和美国的军舰都派了海军陆战队登陆作战，而我军也开始从多路进攻。现在你明白你们机器工会体育队的任务了吗？我一直记着您跟我说的那句话，用共产党的办法对付共产党。 最近我们发动了不少的群众，这次他们的暴动，不少工人都没有参加，被拉到了我们这一边。他们组织敢死队，我们也组织了一支。他们去广州公安局领教，我们跟着去领了不少。<笑>好，接下来广州城内会有一场混战，你们的体育队一定要大显身手。处长，您就放心吧。 千万要小心！本来我还不紧张，你给了我把枪，让我防身，我反倒害怕了。好了，你别担心，你在这也要小心。 我在这等着你回来。好。
同志被打死了，怎么？赵太太牺牲了？牺牲了？怎么回这样？中午出的事儿。当时在西花园开完军农大会之后，台里同志和军事顾问，还有他的警卫员，坐小汽车往指挥部来，听说是在惠安路附近。 突然窜出一帮人来，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，肯定是集结工会、体育队这帮王八蛋干的。他们经常激励红领带，冒充工人起义，对我们进行突然袭击。我还想请示一下，下一步我们部队该怎么办呢？哎，看到叶挺同志了吗？应该在前线吧。那，于乃英和文英同志，他们都去哪儿了？哎。 小石，老谢，你见到孟苏了吗？西瓜园的群众大会以后就没有看到他。总指挥部下达了撤退的命令，教导团已经撤到花县去了。没有速成的通知，多就地转移。你也赶快走吧。什么时候下达的撤退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这个命令下达的确实比较仓促，而且现在外边还在混战着，恐怕。 还有很多队伍和同志们没有得到通知啊！形势怎么突然会变成这样？昨天这里还热血沸腾，当机长红领带的起义者还在充满热情地为苏维埃政府工作着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就是。 我知道你是一个对事业执着的人，可是现在不能意气用事啊！求使，赶快撤退吧。将来这段广州起义和广州公社的历史，还得需要像你这样的文人来书写呀。我知道，老谢，你快走吧。不要在这等我们俩会一起走。 好吧，你们俩尽快撤退。 Thank you.
我就知道你还在这儿。就是，我刚刚碰到了省委的人，说已经下令撤退了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都撤了。那我们也赶紧走吧，你听外面这枪炮声已经越来越近了。你走吧。 那你呢？你还等什么？你在等孟苏。 找个地方躲起来了，他不会来这儿了。他一定会回来的。我承诺过他，要在这儿等着他。难道你为了等他，就不顾你自己的死活，也不顾我的死活了吗？快走吧，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，不要管。 现在全是区域的部队，已经突破了我们好几道接点阵地。现在这条指挥部扑过来，离这儿最近的部队只有两条街了。你们是哪个部队的？现在去哪儿？我们是警卫团的，被打散了。听说撤退的部队都到黄花岗去集中，我们现在正准备赶过去。好，我们也是，走。 撤退的人都到黄花岗集中了，孟苏估计是回不来了。咱们快撤吧！不，我要在这儿等他。之前答应他的几次事儿都食言了，这次不能再让他失望。看你看看现在什么情况，到处都是接连战，巷战。 很多路都已经被封了，孟苏就算插上翅膀，他也过不来呀。那就是。如果现在你决心赴死，在这样的时候，难道你心里只有沈孟苏，对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挂念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些？你说话呀！ 把胸罩取了，目标太大。快跑！快跑！
细点。失败就失败了，红红火火的苏维埃一瞬间就消失了，我不如留在这儿，留在这儿陪着我们的广州公社。如果他真的就此消亡，那就把我放上祭台，我心甘情愿的愿去做他的牺牲品，为他献身。的一个老乡，他说总指挥部已经下令要撤退了，有些人到黄岩岗去集中，扎导团
还有警卫营、特务营被打散的那些人，全都逃到花县去了。什么？我们怎么没有接到通知？都撤了？这不可能啊！真的，我绝对没有听错。他刚召集赶路走了，刚才我直接就应该把他拉过来，直接跟你们说好了。他就是本人亲自来都没有用，撤不撤退，得听从指挥部的命令。我刚才真的看这种人在撤退。 他想当逃兵，你也想当吗？我在总指挥部的时候，亲耳听见一位领导同志说过这样一句话。他说：“我们干革命，就要不怕流血，不怕牺牲。我们搞武装起义，就只能前进，不能后退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坚守阵地。” 绝不后退，对，我们一定要坚守阵地，绝不后退。我们死也不能后退，对，我们绝不后退，我们绝不后退。同志们，这面红旗代表我们教导团女兵班的象征，哪怕一个人活着，我们都不能让这面红旗倒下。 一定要让他在这个阵地上高高飘扬。
去给你弄点药吧。我记得这附近有一个诊所。不行，你不能出去。你出去太危险了，不能出去。可是伤口要是感染了，那就坏了。没事，我能顶得住。孟苏，你真好。你还是赶紧休息吧。孟苏，你怎么没有跟麦秋实在一起啊？我去西瓜园群众大会当翻译，也不知道秋实现在怎么样了。拥抱着你，那就轻轻闭上眼，忘了曾。